P 在今年推出的新女团 The Mix 以超强唱跳实力惊艳大众，其中的面代表 Soyeon 更是从出道前就以绝美外貌获得关注度，许多人认为她根本就是师姐 Sana 和子瑜的综合体。被称为鲨鱼之女的她先前也在采访中说过，最爱的 JYP 艺人是 Sana， 让 Sana 整个很开心。可是你가출연하고해줬더라고요 너무귀여워어디서도내얘기를한번해줬다는걸본적이있었는데영상같은게없어가지고제대로못봤었죠오늘그걸보니까제얘기를하더라고요너무귀여워설준아 다음에언니랑밥먹자 TWICE 之中唯一的遗憾的 MIX 之中唯一的 爱 这组合应该两边粉丝都想看到吧。